彰化市滨河社区为着发扬元宵节传统的精神，特别来举办元宵节庆祝活动，由社区居民亲手来制作环保糕仔饼，共同来采粿庆元宵。这个特殊的糕仔饼是彰化市滨河社区乡亲用环保回收的材料所做的糕仔饼，并且有社区居民骑糕仔饼来洗社区，体验早期元宵节挂糕仔饼的趣味。彰化县滨河社区为特别发扬台湾传统民俗元宵节菜粿，特别来举办这场元宵节庆祝活动。首先由社区居民骑着糕仔饼来洗社区，以无同的角度欣赏社区美丽风貌。社区理事长表示，彰化市滨河社区每一年元宵节灯会来举办菜粿活动，今年更加是配合成立社区关怀祭典。啊，是阮社区吼，一年一度吼来办这个庆元宵吼，啊来提灯笼彩祭，吼啊今仔有一个重点吼，就是阮社区啊为了成立着这个关怀祭典，啊阮在李干事吼都有在回乡吼，讲啊今年这個元宵节咯，咱来办这较特别的，吼啊或者老伙吼来促进头脑，吼延续迄个素质，啊所以就转来用一寡迄、那个。回收的物件吼，吼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灯笼，吼啊来，互因家己来提来采摘，啊，互因促进吼，树枝拢有来活动，啊，活动力量增强，吼啊来，安尼较袂防止树枝吼。为着体验这项传统民俗，整个社区居民拢是规家伙啊做伙出动，骑着高压灯来采摘，连暗时感受着传统新年最后一个假期元宵节欢乐的气氛。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采访报道。